58岁周华健现身机场，没想到他如今居然老成这样了，头发全白，满脸皱纹了。网友：以前老婆被说高攀，如今却叫匹配。说到情歌王子周华健，相信没有人不知道他是谁吗？曾经唱得如此标准，究竟他变得如何呢？曾有网友表示，周华健的妻子看上去居然比他老那么多，但万万没想到，如今的周华健看上去居然这么老了。2018年3月31日，台北，周华健搭机前往澳门，将在澳门举行彩色音乐季澳门站演唱会。他接脱行李，白发外露显沧桑，喝水解渴。58岁周华健独自现身，在人群中喝水，老态尽显。周华健，1960年12月22日，英语 ，Emil Wacking Shaw， 生于香港的西营盘，香港华语流行音乐创作歌手、制作人。1979年赴台湾求学，1986年加盟滚石唱片公司，逐渐成长为香港出生的华语流行乐坛的天王巨星，至今已发行音乐专辑逾40张，累计销量过3000万张。出道初期，周华健因其阳光、健康、积极向上的形象及曲风，被称作阳光游子，后因其实力的唱功和天王般的人气而获得国民歌王、天王杀手之美誉，是20世纪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歌手之一。